一桩事情。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呢？佛的用意是教我们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言说相，不要执着名字相，你才能了解事实的真相啊！众生为什么迷呀？迷就是执着在言说相，执着在名字相，这一执着一分别就迷了。离开分别执着，就恍然大悟了。所以虚空法界是自己呀，是自己一个整体呀。好比我们一个人身体，这全身是一个整体，啊，是个我。可是很不幸呢，我们身体某一部分生病了，麻木了。这一部分生病的，就好比是凡夫啊。还有一部分知觉很健全的，那叫佛菩萨。于是乎我们明白了，上从诸佛菩萨，下至三途地狱，全是自己。六道三途啊，是我们身体某一部分呢不健康的部分，现在生了病的部分，麻木不仁的部分，